吓得我刚刚不小心跳海，突然跳跑出去，超扯的。好，那个 2.5 OK 吗？你的 delivery how about？ Delivery we can give you high. I give high. Yeah. You should trust me, and we will trust you because 就是上一次有人骗我们。Oh, we don't lie to anybody. We are the most honest. 学姐 ，Hello， 能听到吗？可以了。你能先出来一下吗？好 ，OK， 你出来到哪里？那我们这样吧，我给你打电话，你先接一下，然后你把你的麦关了。你先等会儿。好。先商量一下。好。完蛋了，我们应该早答应他的。为什么？因为张琳叫他出去，肯定是找到更好的买家了。对呀。我们这有还有两对要等我们买，跟我们买啊，跟我们。所以我们也很夯，我很夯哦。我找到一组，他可以2.3卖给我们，然后但是是要全部是7000个，可以吗？可以呀、啊。7000个是超出我们可以买的了吧？哎，可以，最多可以买1000。对呀、啊，就他了。是谁？等一下，他不能动，等一下，我现在跟他商量一下，看他能不能进来，好不好？是子涵吗？对，张子涵。哦，好的。第三组吧。第三组，那我们现在是第三个叫那个房间吗？第三个房间，大家出发吧。好哦。走。哎，我卡住了，放。我也卡住了，那个柜子很讨厌啊！我不想让那男孩子听到。这样2.4，所以你们会跟我们买吗 ？Who is this? Camille. Hello, welcome. Hi. Yeah. Can you still? Will you still?Purchase our products. 这样吧，我们真的是需要真诚的交流。刚才你为什么出现了，学姐？因为我们真的非常的真诚 ，We are really, really, very honest. Darling,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too. Okay. 先发组织。我也不知道。这样吧，就是价格多少？可能 2.5 呢 ？Because 2.5 have about our score. we cannot sell our products on 2.5. Yeah, we are really, really, really bad lucky this time. So can you just?Give us a little bit empty. Oh, and you can. 就是我看你说的是2.5是吗？2.6左右，2.6这是最低底线，就八成烂了。We've already found buyer, not a seller. He gave me 2.4,这位同学，不是，我这个人说话很没有啦，没有开玩笑，不要紧张。哦天啊，我电脑超档的 ，sorry。对啊，我们想给你买，要看你的价钱怎么样，太高了我都买不起啊。你说一个价钱吧。2.4。2.4。没办法。We need a good delivery today. Six, everybody man. Find six.
quality 也是 six 哦。Quality, how about your quality? Six. Six. If you lie to me, I will cancel the order. You know, just like know. the last time. I know. Anybody lie to us, and we cannot cooperate with he next time, and we also will cancel the order. We need trust to each other. Yes.And how about real price? 2.55 Sounds like very good. 2.5. Can you give us 2.5? Hello?No， 这样赔钱吼，怎么玩啊？就快被当了。Can you hear m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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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hear you， I can hear you。我说2.5的话赔钱哦，这样我会被当。Oh, I'm so sorry. 那你的是2.55是吗？主要是我就是怕人说谎，就是被人骗过以后，我就怕人们说谎，你知道吗？其实我是很想跟你做生意。那你说一个价钱吧。2.5啊，如果你没有说谎的话，2.55肯定是 very good。2.52。2.53。哈哈哈哈，2.53。这样你要卖多少个？都卖给你啊，6500。6500，我们够吗 ？Cindy, can you hear me? Cindy, 男生你怎么不说话？我吗？对对对，你不是找 Cindy 吗？就是 Cindy， 你 Cindy 能听到吗？他也不说话。我的意思是，如果是大家都没有说谎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六去2.5、2.5几。你的 delivery 是 very good 是不是 ？Super good。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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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哦，对了，说个题外话，为什么上次我们都相互都签了订单，为什么你们组现在他的 point 是零呢？哎，这件事就别说了。哦，我是想帮你了。因为我以为是礼拜三才要交啊，结果礼拜二晚上就要交了，是不是？快点哦，不然我卖别人了哦。500多人要给我买。哎，那我们其实 2.6。这样就是男孩子，我觉得还是，学姐你回来了是吗？我刚刚就在了，只是我的电脑一直宕机 ，sorry。sorry 学姐 ，sorry。我们好像找到更好的就是合作伙伴了，不需要我了。对呀、啊、就是需要你呀、啊、傻呀、哦、是我是不是是我的、啊、哎呀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ello. Hello. 这样我们谈一下吧。对呀、啊、Hello.Boy, the boy. Okay, come on. Boy, okay, come on. 2.6 嘛，对不对？2.6, no, 2.5. 2.5不可能啦。Fuck. 刚刚不是说的就是2.5吗？谁跟你说2.5啊？2.53. 2.53. Three.
因为我们上次是我们也是做生意嘛，我就觉得可以大家以后就这样相互来往，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嘛。Me too. 2.51. No, 2.53. 2.53, sorry. 我看一下我们的价钱能接受吗？嗨，学姐，能听到我吗？这样吧，听到了。2.5. 那你刚刚跑去哪？能听到我吗？可以。4000个。哦，那为什么刚才那个人听不到？你说什么？喂，男孩子。我们去外面讲吧。好。What do you say? Hello. Hi.What do you say? 就是你是第几组啊？Which team are you? Two. So you are Sailor Two. Yeah. Oh, so Catherine, can we go outside? Yeah. Wait a minute. She is another team. Oh. Emma, can you help me? 可以。Emma, 你看一下我们的 reason 的 price 是多少，看看能不要不要吃亏呀、啊？我看一下啊、哦，这样吧，就是其他人，然后你懂了吧？然后你可以现在进去以后再跟他们谈，就是我们给你2.5, 2.52，他们刚才谈到2.52吧，还是2.53？嗯，你就说我们给你这个，但是如果你们以后如果手机背的话，我们可以帮你，你懂了吧？然后我现在去找那一组再谈一下。OK， 好，拜拜。你现在别太早那个兜底儿啊。7000。OK 啊。Price. OK. 2.55. Right. 嗯 ，OK. Group 2。哎。如果是卖，可以卖多少就卖多少，对不对？ Okay. 你好像有人上线呀？有上线吗？没有上线吧？Sadie。嗨。有上线吗？你是卖家，没有上线啊？没有，对不对？我的什么 point？ 你的 flex point 最下面那一行，你最下面那行不是有个 product PTS 吗？嗯。所以是你每多卖10%，你就要在那个黄色地方写个一。在哪里呀、啊？最下面 flex point lose 跟 gain 那个。flex point。嗯。你说在哪一个？最下面啊。Flex point loss 跟 gain 的那。哦，你说我等一下要填的表单啊？对啊。哦。是哦。哦，我这样会赚钱吗？啊？我都没有把那个考虑进去。那个要考虑进去啊。我这样会赚钱吗？你这样，你是让我们赚钱啊？啊，这样。我们比较懒。对，而且就是你要这样想，今天我们的 buyer 很少，你提前跟我们做了生意，很多很多 seller 他们找不到，还找不到买家，所以你看我们一口气给你买完了，然后你其实也是比其他的 seller 要好的，因为你已经找到买家了，所以我可以休息。对，就是你，但是你要交单子，我要记得交单子，不要像上次那样，好可惜。等一下，我觉得我被坑了啦！哎，那个男同学呢？你的 flex point 是多少？就可以看到你的分数了。我的 flex point 啊？对 ，flex point 是一啊。你刚刚要用付我，因为我们是同学。所以我是亏钱的、啊。不会亏吧？还
应该肯定不会亏，因为你是，因为今天八二肯定很少，我都感觉到很那么多人，三组人来找我们。对，四组人，那么今天就说明只有两个拜尔。也是怎么做交易的？男孩子，你愿意跟我们这样做下去吗？要是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早说，我们就找别人好了。我们只要会赚钱，我就愿意啊。到底会赚钱？你填好了吗？你填好了吗？我不会填啊，我找不到那个、那个表格在哪里。Cindy 帮他看一下好了，主要是以后礼尚往来了。哎，那我问一下，你们还有扣打吗？就是买东西，我们可以给你买300个，因为我们已经实现我们的 target 了，可以帮你们这个忙，以后我们继续做生意。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就是 low quality low delivery， 但是我们可以卖便宜一点，就是 2.5 左右。2.5 贵死好不好，假赛我们这些就超废了好不好，你下次抽到就是烂烂东西我还可以帮你 OK。 我们这是只是 very lucky， 我们的 price 就已经是 2.55 了。嗯，我们可以帮你吗？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买了7000个，我们还可以，我们的上限是7365，我们可以帮你这个忙。好，那2.5 2.5， 我们是2.5左右，但是我们是 low， 就是 low delivery 跟 low quality。对呀、啊，你是 low delivery， 你就更应该。所以对，你吃亏呀、啊。说你的卖多少？你刚刚说2.55。我说我们的上限就已，我们的接受的价钱是2.55，就是我们最下面了。你刚才都有跟我们价那么高，我们真的，而且你的 delivery 还很低，你应该比2.5低吧？你的价钱比2.5还低，我们才能帮你这个忙，要不然拿上去我们会比原来那个7000个的分数还要低。嗯，懂了吗？我到底为什么能赚钱？2.49呢？你为什么300个你都要跟我讲这么一点呢？我是帮我们这次真的超非 lucky， 因为你这样我们这是赔钱卖，我们几乎是已经算负分，就是必定肯定扣分的。那你是多少？你要给多少价钱？我们其实2.5真的是最钱。那我给你2.5也好了，下次你也要给我。OK。可能我们的 range 是不是很低的？哎，这样对我很不公平呢。这样应该卖我。哎，不能这样，因为我们这次抽到签证很烂，改天也这样。而且我没帮你。你看我们的老顾客都有意见了。什么老顾客？明明就今天才建立的。No, the last week. Last week, man. 啊 ，OK。Which group? Which group? Like maybe let's next time. 这是什么意义？不是每次 Sailor 跟 Fire 角色都会换吗？对啊，但是我觉得下次如果我们都是 Sailor 的话，或者都是 Fire 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组都能合作的。Well, maybe next time you're. 好啊。Be better lucky. Yeah, we can help them or help you.But this time you should. 我要墙角是吗？ Please. We are just call for help. 啊，你的支，行，好吧，你们现在还，我们最多能够给你们接受365个，但是给你360好了，然后价格是2.5好吗？2.5，大家都不吃亏。那 quality 多少？一样是 low， 就我说的吗 ？Low quality, low delivery. 你是 low quality, low delivery， 你知道我们吃多少亏吗？啊，可以啊，然后价格是2.55嘛，对吧？2.5啦 ，sorry。We can speak English. Okay. Okay. So the price you can accept is 2.5. Yeah. And how much? How many? Sorry. How many? It's 306. 360. 对、yeah. So let's all. What? Let's all. How to say 条件？突然忘记。就是所有条件 you can accept, right? You require my. Condition. Let's all the conditions you can accept, right? Okay, let's deal. Yeah, it's last deal. Let's deal. Thank you. 真的超烂的耶。
超烂啊，真的是快哭了，好不好？超想哭了，谢啦谢啦，下次换我们帮你。如果你们真的有这种被 lucky 的话，等一下，你等冬天完才走好吗？好 ，OK OK。low delivery。我知道，其实你们组的那个谈判能力是很强的。我本来是都不想遇到你们这组，本来都不想跟你们说话的。什么东西呀、啊？特别是遇到张琳，但是我觉得还是以后建立一下友谊嘛。Yeah, yeah, yeah. You know, we are very strong partner. And if you, we are very stronger. You're very stronger. What less?我告诉张琳，你告诉张琳，下次不要让我看到他。这么讨厌他？不不不，我可爱他了，我爱死他了，每天我都在想他。我也喜欢你的养乐多。你怎么知道？上次我跟你们一起吃饭，忘记。Oh, so sorry， 我想起来了。你的 quantity 是多少 ？Quantity? You mean quality or quantity? Quantity. Quality low.Still low、因为对方，因为另外一个那个，你刚刚卖2.56，然后对方卖给你多少？100个，有点小。对啊，我的卖了360个。你卖了360个是吧？是2.5吗？对，2.5，360个。然后是 low delivery low。啊？是 low delivery low quality。对对对对对。还有多少？还有多少要卖吗？还有6000多个。靠哟！离这个门，我们离这边远点说话。好。哎，你是订那个房间啊？哦，没有没有，那房间里面的东西人家都卖完买完了，所以进去是没有用。吕志阳刚刚有一个2.55的，可是要看问他们就是卖怎样，你打电话问一下的。你问一下，你找找那个曹总，没有一个叫 Maggie 的 ，M A G G I E， 他刚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没接着，就是我接上他就挂了，我没听见他说话。所以 Maggie， 我找 Maggie 吗？好好。你找他，你跟他谈一下，他可能要给我买。